弟弟啊，姐姐这个人非常开放，非常包容。我觉得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出门，我一定尊重并且支持你。就是刚刚我太惊艳了。唐英姐，你别大惊小怪的，这就是 cosplay 好不好？咱们不是为了抓那色狼吗？我平时也不会这么穿，好吧？那你穿成这样，你咋抓呀？咱们一会儿。 哎，你慢点儿！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没事。车辆起步，请扶好坐好。 车辆起步，请坐稳扶好。当您的身边有老、弱、孕、残疾、抱小孩的乘客，请及时让座。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下一站是教心公园站。公交起步，车辆行人请注意安全。 公共场合不要乱扔东西嘛！别动！啊，你后边那个男的，别看，别看，他要上手了，停住啊，停住！ 约吗？